第十七届世界课程教学学会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静思精舍德英法师与慈济技术学院蔡玉梅老师的两篇慈济基金会研究计划成果受到肯定。我是在民国86年来到慈济护专，当时很让我震撼的是义德妈妈，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那一份关怀的心。那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引导，那特别是如果是一个善的境的话，那这个引导的力量会更显著。所以我就跟着学生呢，在慈济的环境里面成长。好，我就了解到说，慈济人文课程里面教导的行善行孝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指标。也就因此呢，发愿呢，用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学术的语言，到10个国家去分享慈济人文课程的美善。也不可思议的，从2008年到现在，也真的圆满了这个愿。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是发表我们学生演绎水忏的一个研究，感动了一群来自菲律宾的修女。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在环保实践的部分里面做一些视讯的交流。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可以去陪伴这些孩子，觉得这就是慈济爱的力量跟善的力量。